哎啊，一队都在这里，全家族，家族出来玩了。有三架嘞，四架，哎，大架嘞，大架哎，嘿，大架，三架，四架，四架了，通通在了，通通在，四家全家福啦，一家六口啦。如果能小吃的话，就不是一家六口哎，六口啦，对，会别的六口那一只还小只在那边哎。那最前面那应该是爸爸哦。哎，在水里面，哎，很优雅，那个动作很优雅，很优雅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是因为我们也是绿海第一线。不错不错，很漂亮，好漂亮。哎，那个姿势哦，是谁家四号？而且那脖子也好漂亮哦，哇，好漂亮。哇，好漂亮，他那个脖子可以弯成。等他多了啊，就更棒了哈，哎，好漂亮，悠哉悠哉的。对，在底下讲呢，喝咖啡看天鹅哈。嗯，好美。你看，你看，你屁股翘起来，屁股翘起来。以前我一被那个老鹰叼走。哎，屁股翘起来，头下去，屁股翘起来。两只大宝宝，两只大大的。哦，完了，他们游起来真悠哉哈。嗯。哎，你看你，哦，游过来了。哎呀，知道我们在拍了，游过来了。哇，好美啊！哇，游过来了，明星过来，明星过来了，明星过来了。哇，赚到了，赚到了，哇！好美，好美哦！抬头挺胸，你看。那嘴巴上面还有白点点。哇，游得还蛮快的呢。嗯。安娜达。嗯。速度蛮快的，哇！通通过来了，你看。哇，一家人都过来了。哇。一家，哎，叫给你听的，你们听到？欢迎光临。嗯，还叫哦，欢迎光临。你好，欢迎光临哦，我指挥呢。哼哼，来吧，哼哼。原来天鹅还叫这种声音呢，哼。是因为你在国外看到的吗？那其实也很可爱，对吧？嗯。还有那些是它的宝贝。嗯。鸭子。砸死的鸭子。哦。他们全家出来玩，哇，好多、哦！妈妈，还要上去了，回家了吗？还没有，上去是从这两端，两端。四天我子，四天我子，四天我还能有个弄呀？四天我子，我还有吗？那是外户了。这个鹅，我们家的家鹅。家鹅。哦，人家那个灰的。哎，它跟家鹅动作完全不一样。你看，优雅多了。这个真的比家鹅优雅多了。这个。那个不是啊。红毛，怎么？在那边。带得出来吗？不能办了。鹅呀，并不是鹅，就像这样。哇，还有，有没有看？还有吗？有，就是那个导航的，好几只。真少了。没有啦，我怎么就变成猪了？没看到。那个呀，就这屁事还是这样子。那弓的那个角度，弓的真漂亮哦，弓的。好看吗？哎，阳光那角度是水的、哦。对呀、啊，很漂亮。哎，我们一拍死。哎，好看哦。哎，蛮好看的。好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已经是最近的了。嗯。你说，因为你再近，有些游客不守规矩也会乱跟他丢东西。不是说那个。哦，还可以再近呢。对啊，特写。好看吗？好看吗？我拍了很多哎，你看一下。我手机里还有两个。叫爸爸帮你拍一张相片。你要往前走吗？好，往前走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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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, go.。收进了 ，OK， 收进了。没有梅子。